粉丝有求，我必应。这张照片真的是纯欲天花板了哈，太寸了。要不他有北在转进去的亏本，超级简单。妆容这一趴哈，你们有福了，根本都不用怎么画，就是追求一种原生感，就用一个隔离来治愈一下肤色。就这样提一下气色，再用遮瑕遮一下疲惫的黑眼圈，然后还有脸上的小斑点什么的给它遮一遮，再用腮红膏激活一下，大面积的铺在，哎，用什么铅啊？这颜色，这边，眼皮，眉头，下巴，拍开。你看这样就既保留了皮肤的原生感，看着也很有气色。人家素颜本来就长这个样子，它这个卧蚕真的是很拉伸很自然，所以咱们粉就蘸少一点，勾的不要太宽，拧开，最后涂一个拔乐色这种雾面的美唇釉就好了，简单吧，就跟姐一起钻被窝咯。教学开始，盖一床被子趴在床上，脸下拿手机打开备忘录补光，一只手撑起被子就可以拍咯。关注辣丁儿哟。